瘦身啊，然后让瘦一点看得下。不是，我觉得会可以有弹性，弹性。就是会像这样，有约他去吃的，也是啊。可以，好了好了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又要准备。钱吃，如果你一定要喝冰的，其实不是那个成语的没关系，但是他太瘦了，可以喝常温的会比较好。你赶快教他怎么调整，调整身体，调养身体。对呀、啊。没有，他太瘦了，你看他才40几公斤而已，40公斤那是女生的身体瘦。男生他打到我了啦，男生不重则不威。所以你40公斤哦？不知道啊。大用目测，对我用目测，他应该只有40几，应该比我不可能啊，他应该没有50吧？我是本来要57，你57，你都是肌肉啊，他又没有肉，他应该比我重吧？我是精壮，你是精壮，肉是软的，他是排骨吧？好，除非你骨架重，除非你骨架重，准备这个，好的，因为这里没有。是肉跟肉，所谓的人鱼线的位置。所以你现在应该还有55吧？他，不是我问题啊，顶多50吧，我觉得。君子重则不威，那是肩膀的位置。哦，哎，你刚不是要教他怎么调养身体？我只跟他讲说感冒时间。你如果吃到跟那个什么王家生一样的话，哇，八来球更有力了。对啊，看他这样打出我们高中的学弟耶。真的吗？他打出元气。哦。强啊强啊！他那个体重球，他用全身的力量压下来，元气。那
一个。到底中吗？高光板夹子。没有，我们是在遗嘱最上面跟夹子最下面的位置，就是已经现在可以取决。好，那么你说的夹子先上去，可是土也下不来。就可以直接确诊是什么问题？他不是很懂意思啊，知道，因为那种九十。
刚好没有休息感嘛，那里的那叫手口，手口疾病，口手手口病毒感染的专业。没关系，会被抓去做检查。没错，就是检查。不会，大卫就是这样。